Hello， 大家，戴手套，防尾灯，裁纸刀，裁纸刀吧，然后放大镜。今天继续做开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就这么大。然后呢，为什么带了防尾灯呢？因为它是带盒子的，所以呢，我们来顺便看一下这个盒子是不是正版啊。有 follow 过之前啊我的视频的朋友们应该有看过，这个盒子上爱马仕的盒子上是有用防伪灯可以照到的一些水印在上面，是叫水印吗？或者是叫一些荧光的图案在上面。今天的光线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就是一些填充，然后它实际只有这么大。包的是够严实，这个纸张看起来还挺像是爱马仕的那个填充纸张，不知道是不是啊，不知道是个正品的纸张。然后盒子只有这么大，就这么大的一个盒子，然后打开看一下还有填充，还有填充纸先放边上。是一个什么呢？金色的小飞马。 OK， 我们忘了看一下盒子是不是正版的盒子哈。据说小飞马是可能是九几年的东西，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盒子上会不会有，我们先打一个问号，吧，也有可能是时间比较长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它这个盒子因为那些会反光的材质会慢慢的挥发掉，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就看得不是很清楚，有可能在灯光比较黑暗的时候去照它看得比较清楚一些。一会儿我只是初步鉴定，鉴定完了之后我是会跟我的师傅取得联系，然后进一步的鉴定一下，最后会在大家会在视频里面看到我的鉴定结果。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也不会掉以轻心，就是这样的小飞马一般来说在市场上没有什么假货，没有什么仿品，一般来说除非就是做得很糙的那样的很糟糕一看就是假的，就不是爱马仕的正品的这种状况的那这个盒子里面的这个它也是专门为这个小飞马做成的，这样的一个可以挂它这样一个位置。一会儿录完之后我在灯光之下看一下。然后这个小飞马呢，其实我是第一次上手。其实如果说之前没有看到过的爱马仕的产品也不用怕，因为它上面会有很多它的爱马仕的元素在。然后呢我们经过很多次，比如说我知道它正品的这种材质这种质感是什么样的，那慢慢我们会对爱马仕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了解。那这件东西到手上之后呢，有没有爱马仕的这种质感，有没有爱马仕的这种精品的感觉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可能差那么一点点都会觉得奇怪。我们先试一下这个锁，这个虽说是好像是一个锁说的是一个锁，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挂件，它并没有一个钥匙可以去打开它。对，它打开的方式是这样，按这里，按动这里。对，这个弹簧反馈非常好，我戴着手套夹进去了，弹簧的反馈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它在这个上面的位置，这个就比较小了，只能语言描述一下。锁的上面的这拱形的位置会有爱马仕的 logo。 这只马的品相还是很好的品相非常好，就是基本上是看不出什么磨损。比较容易磨损的地方在哪里呢？在这个挂钩的位置，
上面的挂钩的位置会是比较容易磨损的地方，因为它是怎么用的呢？像一些不管是铂金包还是凯利包，它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柄，这个转柄的上面呢经常会被大家挂这样的小饰品。除了这个飞马的之外，我实在是戴手套不太方便操作，除了这个飞马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小飞象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据说现在已经停产了，这个不太确实，不太确认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信息。挂上之后是这样的，它本身是非常小的，这个是一个铂金25，我觉得点缀效果还是有的。这个小马呢看起来古香古色的，不像是现代的这种产物啊，跟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这种爱马仕的这种感觉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金色呢也是金灿灿的这种感觉，我们试一下放在其他包包上面啊。这个是一个铂金25，这个是铂金30，这镜头看一下整体的状况，这里来看一下它细节。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件儿。那在二手市场，因为现在只能在二手市场去找到它了，在爱马仕专柜是找不到这样的小挂件了，所以二手市场炒的还是蛮凶的啊。之前一度我就不说价格了，如果有想要找一找的朋友们可以去二手市场去翻翻看，那我觉得这只还是比较划算的啊，还是比较划算的。好的，那今天就是这个小飞马挂件，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小挂件啊，不知道未来我有没有机会接触第二个第三个或者是其他款式的这种小飞马挂件。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和我的师傅再去确认一下，可能多几个鉴定师来确认。那我这边给出的答案是 OK 的啊，我说的因为它这个整个质感反馈给你的很强的这种高品质物件的这种感受，对，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好的，那明天再见，明天也是会有一个开箱啊，明天真的是大件了，明天见，拜拜。